臣地上，地上了。千岁怎样吩咐下来？千岁吩咐那县官三弟之女将元三带去，若不然，叫他低头来见。这才是有王法的所在呀！是啊，弟弟，千岁赏我官报一定，弟弟。好，乃为父收下。啊，弟弟，你到外边打听那县官是如何的乱。为父倒有此情，只是我儿一人在家，为父放心不下呀。你儿如今是不怕人的脸？我儿好好看守门户。为父去去就回。全家也是真的，那小子讹诈那可也是真的，桩桩件件都是真的。进去。是。来刘彪。是。伺候太爷。孙家庄一到，脸上耳鸣，定是你这奴才所做的了。回禀太爷，小人只会宰杀牛羊，不懂得什么叫杀人呐。他不着。你我打。是。别打，园长，园长。那日小人宰杀牛羊回来，他从孙寡妇门前经过，只见那个门儿是半掩半开，是小人掩身而进，忽听床上有男女的哭声，
小人只想定是那孙玉娇与那傅鹏行那苟且之事，怒恼小人，我就手持钢刀，咔嚓！怎么样？啊，一刀我连杀了两个，小人乃是个粗犯，下次啊，我不干了。哎哎，回来，回来，跪，哼！一刀连上耳鸣，还说是粗犯，男是有头，女是无头，你将人头丢在何处？枪！刘公道接拳不公，我把那个人头丢到他的家中。继续，哎，刘公道，滚啊！啊，太爷又来了，太爷又来了。错了，太爷，身堂相拥，以你人头不报，该当何罪？什么人头？这不是在脖子上长着呢吗？还不知道？你给我打。是。哎，别打别打，有招有招。男人他是啊，那天不过是顶经多天耳经天儿，不到三经天儿过不去死经。哎哎哎，到是什么时候啊？他是个月黑天儿，像我正在鬼房里算账呢，忽听后头院扑通这么一声。哎，刘公道，哎，那是老子给你送人头去喽。哦，那个人头是你送去的？哎，那谢谢你喽。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哎，小人我打个灯帘一看，原来是个血淋淋的人头。哎呀，太爷，这个人头啊，见着小人可就怪了，他就这么滴溜溜溜溜，骨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怎么样？不见了，找不着。给我打。是。哎，别打别打，有招有招。小人我怕打官司，把他扔在后头院诛杀井里了。白马大道诛杀井。是。这小子在后头跟着，我恐怕他嘴不稳呢，我可就说了，你看呐，井沿上有二百钱一包盒子菜，这小子是饿哥带菜米，趴在井沿上一看，我就用铁镐照他后脑勺子上嘣这么一镐，怎么样，把他搞到井里来。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孙兴。哎，他来了，孙兴来了。先生，四十年是他的儿子，名叫宋兴儿。哎呀，本心的对头到了啊！
前任凭千岁发落，太爷不但无事，还要禄位高升呢。倒是我的好衙役呀，等你老爷功夫完毕，顶上儿一命半头。哎，谢太爷。想干人犯待好，随我前去投问。一夜太忙是啊。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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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上马哎。这是太爷的马，我那匹呢？你那匹呀、啊，还没给你贴尾巴呢。哎呀，我说的哪有打官司骑马的？你走开这儿吧。太爷上马，
孩儿言来，平等了此一番。
天天岁的儿的并不要二十年后怎么着又是那好汉子一条装哑巴打死了那娃死了我也不走我来哎哎哎起来起来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对了起来跑这嘞走不动就跑得动嘞啊我说你走不走啊我不走不走哎打死你好好打呗打死那也不走了不走了你说这怎么办呢请太爷哎请太爷刘太爷，不是刘大他不走了，与我打，打死打死他，他也不走了。将本姓的马与他成亲了吧？太爷您呢？是好是不行？嘿嘿，真是清官清官。起来吧起来吧走不动了哎有马骑了又马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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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马干净好嘞又马起来驾有雨真卡呢盘帽身穿绣衣花袍洒家贾贵梅武县三天头文呐时话可也不早了看一看哎这是什么公事啊怎么一人没有啊好啊那我就在这儿伺候着吧多加解请公公安谢之入深山隐云俯首相请贤本来是父亲饮酒山崖以前忽见那
西北天也把风云起，乌云滚滚河漫漫。不扔不扔不扔，乾隆公案。什么冯琼撒尿炒冷子？哪儿来的？梅屋县来。干什么来了？投文来了。文呢？在这儿呢。那边来去。这倒不错，素实的。哎，啊，你们知县就把这交给你了？啊，没别的了吗？没有啊。整个的，你怎么来的？我呀，啊，从我们衙门口一步一步的走来的。哦。打你们衙门一步一步走来的啊！好啊，老你的家扛着腿给我滚回去！一大冰壶分十份，看你怎么走来的你！你这个猴崽子！有请太爷。我是我碰了，哼，无用的奴才，我想起退这个没关系，你来了倒是见见我呀，打发条狗过来让我生这个气啊。公公哟，县太，嗯，你还来呀？啊，你怎么刚来呀？哦，千岁爷早就问你下来了。哦，是是，我可给你满哄着折说着，没我呀那儿早下来了。是是是，多谢公公。哎，其实说两句好话那又算得了什么呢？不是，是是是是，你是投文来了吗？投文来了。文呢？才是才是。哎呀，拿来呀。哦，是是，你见我甭这么处处坦坦的。是是是是，我是交朋友人，你是没跟我一块坐下过，不知道我什么脾气。是是，日子长了你就品出来了。哦，是是是。你把它交给我，我给它递上去，消差没事，咱们好办。哦，是是好办。外甥打灯笼照旧，这个案子你都带齐了吗？带齐了。一名不落？一名不落。嘿，错过你呀，别人谁也不成啊。这三天的功夫案子会带齐了。哎，可不是我吓唬你，嗯，千岁爷早就问下来了。哦哦哦，我一直给你忙哄着折说着，没我那儿早下来了。是是是，哎，说两句好话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是不是？是是是是是。这个县太，是，我可在这儿伺候你半天了。哦，是是是是。啊，好县太爷的话，您这个文就是这么个头发吗？啊，不是这样的头发，要怎样的头发呢？啊，那是他问你了。哦，是是是是，我拿话领着你跟我装糊涂。哦，你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你不为什么光换上帽吗？是是是，我们跑上跑下跑换一双靴子好几大两，那得自个儿拿钱买。是是是，不是为你一人活着的。是是是是是，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得交情，这是怎么话说的？这
点的回票嘞。啊，我换了现银子了。拿两过来。您不是给我的？哼，神马东，捆两下去。有这个我也投得上呢。这个没有限，我拿话领着他跟我装糊涂，这不是岂有此理吗？我告诉你啊，公公，先生，这我可得罚你啊！哦，现在什么节骨眼儿了？你怎么还弄这个呀？啊，那不趁早拿回去，拿回去，拿回去。拿回去啊，莫非贤亲吗？那么照你这么一说，那我倒得揣起来了。是是是是。哎，吃饭了吗？偏过了。什么时候你就吃了早饭了？偏过了。天还早着呢，老爷子还没起呢。哦，是 是。你呀，先到我那个小榻那儿休息休息。哦，多谢姑，听我招呼。哦，是是。来来来，孩子们，贤爷来了啊，替我张罗张罗啊。哎，把那羊肉串拿过几串去，让他尝尝。他不花谁花呀？叫他花就得花，看他花不花。有请千岁爷。这么说他会办事，他会办事啊，人家办事是任劳任怨啊，哦，自个儿投的文呐，哦，自个儿投的文还是亲笔，您看写的，嗯，横是横，竖是竖，点是点，撇是撇，您再瞧这一勾，勾崽子留神我的眼珠子，不是他写的好啊，他写的好，好，那么他念什么？哎，真哥的，你念什么来着？走着点吧，在哪儿呢？在廊下伺候着呢，把他叫进来，我去传他去。县太爷，老爷子传令呢。哦，是见面甭害怕，给他个硬喷，那倒没错。哦，是是是，别忙，我先给你报门啊。啊，报，没我先高兴，跟我去。来来来，跪下跪下跪下。老爷子，没我县他来了，有什么说的？银色也有命。有话说你的，你是一县之主，大小拿个主意不结了吗？干嘛还让我做定夺呀？不，老爷子，您不能那么说呀。那么怎么说？这是水大漫不过鸭子去呀。你走个这儿吧。水大漫不过桥去，哪有这么大个的鸭子？哎，对，桥桥。怎么说？人犯都带齐了，都带齐了，一名不落，一名不落。好，带人犯，这带。哎，谁？哎，这不这老爷子啊，您怎么了？我怎么了？您看，有怪着文案的，那让儿女伯爵也小瞧他不是啊？那依着你呢？您得让他起来。哦，让他起来，起来。那么你就起来，起来吧。你先坐。来呀，带呀，神呐！不是老爷子，啊，您又怎么了？可我又怎么了？您看，有站着问案的。啊，
那么依着你，您呢、啊、得赏他个公案桌赐嘎座，哎，那才像呢。你走开这儿吧，咱们爷们眼头了，哪有他的座儿啊？你又来了不是？他是替咱们爷们办事，咱们爷们是外城人，我们不要那够使的。哦，不要这够使的。您说咱们跟他摆什么架子？那么你就坐下。坐下。千岁在此，臣不敢坐。你瞧，他倒端起来了。叫你坐下，你就坐下不得了吗？哦、是是是，出敬千岁，公公。请坐，您甭让我站惯了。现在咱家在宫里没文官，要是有漏洞的地方，想着兜着点儿。咱们这是下午了，对，投案带谁？谁呀、啊？刘彪。好，带刘彪。叩见千岁。公平。你就是刘彪吗？刘彪。好大的嗓门啊，嗓子眼可不小啊。嗯，有什么说的？说。说。一声天黑了，半夜三更睡不着就该起来坐着，谁让你拿刀满处杀人去了？天尊、哦、好的。恭喜人天尊听我说，大家记住我听说，黑灯夜里有两个人头落，我看不好什么。得了，刚到一局两个人头落还杀的不多，你还想干啥？你这算怎么样啊？贤太刀伤二命，问他个什么罪？一刀连伤二命，俺与林清千岁太恨，问他个斩罪。我斩罪？斩罪？啊啊！就是把脑袋切下来，分了家呀？那多疼啊！那您就恩进他吧，一刀一刀的给根儿都刮了吧。哎，拿了。哎，好。这人带谁呀、啊？带谁、啊？刘公道。你请在口头。你请。有什么说呢？请他来。一把板把花当香落。住了。把打官司当香落，你是个香落地宝。比方说，地面出点事儿，你出来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是这么个大好人呐、啊。对了，那是好人。这好人就你这长相吗？不，老爷子、嗯，这个好人可不能论长相啊。嗯，我知道你得向着他。怎么？你们都是干这个的？您当我们是冤家？说好的，好的。隐匿人头不报，绝人宗祠，问他个什么罪？暗律当斩，千岁太恨，问他不狡罪？不狡，三脚废命。哎呦，那多憋得慌啊！是啊，干脆我说，哎，弄锅油、哎、把头子炸了得了。把头炸了、哎。我说老爷子，你把那油钱折给俺，你来个干锅报得了。下去吧，下个。这案子该谁？刘媒婆。刘媒婆。行，是，还有什么说的？天罪，贪图皇宫，把媒人说。住手！贪图花红，把媒说啊，你是个说媒拉纤的。对了，比方说，中庄有个小小的，西庄有个小妞儿，你从中这么一捏合，人家成了小两口，你从中得利，对不对？对。啊，大家最恨你们这样的人。嗯，老爷子怎么了？咱们爷们用不着他。是啊，我也用不着他呀。你说话。Thank you.
就有去，撕吧撕吧为应吧。是。且慢。哎，等等。有道是死大不由我。官人，你瞧瞧，道士父母官呐，这一言可就把他给救了。是爱民如子吗？嗯，带着囊下，听候发落。带上他。是。带谁？胡同。叩见千岁。年轻轻的不说好好的念书，弄着镯子胡辱过廊下伺候。廊下伺候着。带谁了？孙玉娇。参见千岁。身为闺阁幼女，就该习学真旨才是啊，没事门口那一单弄着镯子胡辱过，这幸亏是个玉的，这要是金的还不闹到金銮殿啊。齐千岁，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娇。怎么着？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娇？是。嗯，咱们得打听打听，这可不能冒失。嗯，天台千岁，老皇太要看看孙玉娇，他去的去不得。黄花幼女可以去的。哦，黄花幼女可以去的。是。还要是金针木耳呢？那我就给他们打了卤了。哪儿那么难呢？带了去，多磕头少说话。随撒下来，多磕头少说话。宋巧娇，哎，宋巧娇。姑娘，这场官司你彻底的赢了，回去好好过日子吧。小女子要免谢皇太。怎么着？你要免谢皇太吗？真是。滚、哎、这孩子他可有良心。有良心。现在千岁，这孩子他有来头。有来头。他大大的有来头。大大的有来头。啊，没来头就把你告起来了。我说老爷子，您这句话不要紧呐、啊、您看县太爷他又矮了半截。我跟他闹着玩呢。起来起来。起来吧，跟你闹着玩呢。是是是是。他要面谢皇太，他去的去不得。他可以去的。怎么着？可以去的。带了去，来，磕头少说话，随撒下来。县太，我把他三人好友一比，你从何来？你先听到吗？一见孙孙儿女十分欢喜，皇太主婚，许配富婆为妻，不论大小，居封玉带二夫人，穿戴好了，给您磕头来了。哎，拦着点啊！拦不住啊！来吧。哎，瞧
朝老皇太多会捯饬他们、啊。是啊，打扮出来整像一坛供花。哎，还是灶王供。怎么呢？三托儿。走开这儿。乔富鹏这样倒像个做官的样。是谁指挥呀、啊？啊，既然如此，你怎么不出来做官呢？牵连在内。哎，你瞧，又是你耽误人家。老爷子没他什么事啊，您就赏他个官做不完了吗？我赏他个官啊？咱们不成短个成，短个哆嗦，站坐哆嗦下他。起来。人家办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还有人什么罪？哦，依你说，他没罪，没罪。啊，没罪就没罪。哎，没罪就没罪，你就起来吧。啊！你说他没罪，他就没罪了吗？哎呀，那赵连有罪呀，吊脚缸里头了，他连骨头都醉了，他醉大发啦。哎呀，真是滚刀筋！起了吧，起了吧，没事了，起了吧，没罪可不成啊！您看怎么又不成了？哎，我得罚他。他是个穷官，不禁罚。磨磨吧。好，我给您研磨。赵连，命你去至陕西延安府，布政司衙门，府内支银2000两。去至苏杭二州，与孙松儿女办2份嫁妆，是咱家我送的。您善的好了吧？哎，咱们爷们儿不难为他。老爷子，哎，您必要给他升官换纱帽。嘿，猴崽子，哎，我心里的事你怎么知道？那我就是您肚子里的蛔虫啊！这脏劲儿，先退，拿着。哦，是是是。再跪下。哦，是是。老爷子啊，您呢叫风东村。哎啊，我别疯啊，怎么还有皇上呢？现在您说什么是什么？这么说我疯他疯的。嗯，现退，这个门算你找对了。那您在这儿等着我呢。哎，咱们路过凤翔，管个什么？管个知府。暂作知府，见了圣上，提拔于你下。谢恩呐。